哪有铁门啊？我都这个吗？难道是？哎，嘿，还往下走啊？好嘛，这现代人干不出来这事儿啊！这绝对得是古代人。这地太费蜡烛了，太费洋蜡头了，这个。这是工人安歇的上，你跟我说这许多房间工人安歇的，指的是这种房间吗？对吗？漂亮弟弟，漂亮真的，安歇了都。这个游戏跟第一回那画风不一样了，跟头一回可不一样了，那画风一下就变得。你是谁？你好。That'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Pull the lever. 我的话，哪有控制杆儿？那儿哦，这儿呢。你眼神真好。I can't focus. I hear something. 好，现在就回去。好，我现在就回去。等等。Someone here. Go back now. They will come for me. He must be back. This is he. He is here, waiting for you. You must. 谁？别！大哥，撇了不管了，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里有三儿这个影子，看见了吗？有三儿这个影子。哎，我，哎，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在港鬼里。哎，我是不是在港鬼里见过你？我去吧。大哥，你怎么嘛都知道呢？你坑我呢，对吗？哎，这儿了。He is thirsty. 拿走。Heart and the liver. They were his birthday present. They keep him here. Exactly.They keep him here. I know what to do. 哎，我不知道我做了一个什么，反正心脏、肝脏、脑子。哎，活了，跑了，跑了。哎呦，这东西看得太震撼了！我跟你说，我要在现实世界里看见那么一个玩意儿，真的漂亮。完了，你们这做游戏那么喜欢断人后路呢？完了，前面这是个嘛？这是他肯定有事儿，我觉得他肯定也有事儿。This is his liver. Do you want to get out? Get rid of it. 除掉他。哦，嗨。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我往哪儿跑？你说我往哪儿跑？让我往哪儿跑？我先把路看明白啊，今儿出不去。这个山洞怎么长得像某个器官内壁似的，那么猥琐呢？长得怎么看着那么舒坦呢？怎么
问题他在这儿过来，我藏哪儿去啊？我找到别的哦，这边有刀。嘿，你踩什么的 ？Do you want to get out？ 行，拜拜。He is here。我连等我都不等，我直接我就闪。哎，我直接就闪，我大意了啊！哎，捅你，走，直接就跑，没有追上来。你看这些像器官内壁一样，疙疙瘩瘩、麻冰硬的，但是看着就是让人很舒服那个感觉的。哎呀，我在说什么？这是拿八卦灯照他，不如那个了，翻篇了，来了，来了，看了吗？哎，到地界了。终于赶上了快乐源泉，捅他吧，快点！哎，我捅他，我捅他，你别再……啊！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哎，坠着呢，好，我绕一圈，我绕一圈。哎，我捅他噻，我捅他噻，嘿，嘿！哎呦我去吧，细走，大屁眼子，给我左走！哎，男的弟弟，哎，我看看，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刀呢上，完了吧，完了，我哎，身为一个小偷，我做梦我也没想到，真的，男的瑞克莫蒂要出来了上，我做梦我也没想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偷，我想偷点东西啊，我也搅和进来嘛事了，我这是。漂亮，又弯一个，我搅了局了，我好像无形当中我好像给人家破坏了点什么事儿啊。好，哎呀，这游戏可真又行了又行了。嗯。 Hey, hey, do you hear me? Why have you stopped? Anyway,So we need to find an old necklace. It lies somewhere in the master bedroom. 你看他说这话，你只有一次机会，要是出了差错，我们就回不了头了。指的可能就是这个。你要是走错路的话，就不能回头了。好极了。窗户也开始爬进去。哦，让我爬窗户了这回。我看看，哎，应该就是这扇。他连道都给我打好了。走，开手电。哎，鞋还是这些鞋。哎，这鞋刚才是不是不是这么白的 ？According to my blueprints, the master bedroom. 二楼，好嘞，我上二楼去。我懂了，我懂了，这回亮俩了啊！我一下我就明白了，你还没明白，你还没明白了吧？我一下我就懂了，我就。Wow, half of my house can fit in here. 嗯，你还有家呀你 ？You can even see the second floor. Okay, moving on. 你还能有家？但凡能干出来这事儿人都没家。我再揪一下。哎，我一猜。This is strange, but we don't need to go there, so forget it. 这还养虾吗？这个？还养虾？哎，我再下去吧。The master bedroom is upstairs.On the second floor. You need to go up. 我上去吧，我上去。啊，链子少了一个。哎呦，还真是。哎呦，我这不会解放出来什么东西吧？哦，这门口还有东西呢。It's a weird feeling, but I think this dagger can't be.漂亮，哎。This looks like a fake to me. Let's move. We came for a different thing. 你确定吗？是为了别的东西？咱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呀。咱随便拿走一样好吗？漂亮，我不知道最后我能解出个什么东西出来啊？但是，完看就不老太吉利的。哎，我要再下去一趟怎么样？你们觉得？咋还能下去？我再下去一趟怎么样？
你们觉得如何？快告诉我，再下去试试。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下去试，来就来了。哦，他不让下了，他又给我弄回来了。完了完了，那证明下去那一下就过了。So we need to necklace. It belongs to an ex-wife of the. Start from the bedroom. 完了，有杂音了。Where's this static coming from? 你呀，就是一大丧阵的，所有一切的事儿都从。哦。这要不老是嘛，咱这一开手电，当啷，吓一大跳，哎，吓你一跳，你就是一大丧，真的，所有一切的事儿都从你这开始的，哎，小姐长真俊，小姐姐，这东西，哎，这东西真有用处，哎，我往后躲，往后躲，往后躲，嗨，就是个普通的架子，相机。Take a couple of shots. 你就认钱。晃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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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动。好的。我们，哎，给小姐姐照一张，走。晃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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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动。我的话，照出来不老一样的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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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漂亮！这门把手，好嘛，我往这密室逃脱来了，这是不是也能造？走。眼睛瞪得像铜铃，眼睛瞪得像马铜马铃。走，摄影师，我绝对，哎，看了吗？这张照片构图绝对是，哎，哎，嘿，太有味道了。活荒木经惟，我就是活荒木经惟。嘛东西这是袜子对吗？谁的？不学好。嘿，我，哎呦，太荒木经惟了，这照片拍的。拍门把手，找你。照片里有门把手。Let's move on. 算了，算了，可还行？这是算了的事儿吗？咱不得研究研究吗？算了，你拍女人好看，我也可以拍女人，有女人吗？让我拍吗？没有啊，咱没有那资源啊。嗯，我也想买莱卡，天不天上马路上弄去。荒木经惟是我真的活偶像，真的，我特别喜欢他。他的作品我全看过，我全有。我最喜欢他拍的一张睡着大胖娘们在大马路上拍的。反正要我是没有，反正如果是我是没有勇气拍那个大胖娘们，我怕他醒了以后会站起来勒我一顿。好自为之，年轻人好自为之，年轻人不讲武德，年轻人不讲武德，我劝你好自为之。哎，没变，不出意外应该就是这门了。嘿，卧室对吗？嘿，等着我呢，我知道。有灯吗？没有。我得过去撩那个去，对吗？我看好了，这周围有没有机关？火筷子。
六年前一份报纸，其中一篇文章被圈了起来，无法阅读，模糊不清。放下，聊聊。哦，这是录像带呀、啊，放录像带的地方。我的录像带还有吗？没有了。哎，一张记录我往事的照片，好嘛，那就光用的。哎，往后挪。哎，没有磁带在背包里，我得去拿磁带去，对吗，弟弟？哦，拍哦，找个荒木经惟的角度啊，找荒木的角度，我看看，我看看哪个，哎，沙发，这角度吧，这儿吧，哎，这角度好，来、哎。走。啊、哦，出现了。This is not happening. This is insane. 你闭嘴吧，你就没有用，你就是配的，聋子耳朵，你就是配的，你没有用。你还不如我直播间这些活挂们呢。插入，让我插入他，我可插入了啊！我狠狠的、狠巴巴插入了，我就往后走。Recognized artist and photographer and her son. The search continues.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an official statement from the police representative. In the meantime, we express our condolences to the husband of Mrs. 死了。哎，能。I have some connection problems here.Okay, let's look in the other rooms. 大哥，你 necklace should be in the bedroom. 不是，我是不是临出发前胸前挂了一狗？你能看见我看见的是吗？对吗？这个房间通讯有点问题。这房间的问题是在于通信吗？刚才那哥们儿，咱们就被吸进去了。不研究研究吗？你就人类不都？啊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大意了啊！没有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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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闪。嗨，妹儿，哎呀，我去吧！这把四人玩的游戏吗？嘛玩意儿？山上的小房子儿，谁给我推荐的？山上的小房子儿，我日你老姨呀、啊！我山上小房子儿，你是干这个的你呀、啊？你是嘛干这个的你？等会儿这儿有个白板，这白板是不是让我照相用的？对吗？嘿，哎，我看这画的嘛东西，嘛东西？哎，刚才就是那么个弯儿，给吸进去了，对吗？哎，此地不宜久留，此地嘛意思？碟子嘛在墙上镶着呢。此地不宜久留，我劝你好自为之。哎，不宜久留，拜拜！加速，快快点走，快走快走！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快走快走快走！开不开？走！哎，那个门开，等着我呢，对吗？我不去。哦，对，我就必须得去，我从那门出来的。啊，我好像不是从这出来的，卧房。哎，这是卧房了吧？我们可以要，我们可以拿我们想要的东西了吧？哎，我去拍的嘛去是，大腿。
哎呦，还有香水。Have you noticed the number of pictures? 照片数量。Someone was clear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or he wanted to capture something specific. 抓拍到什么特殊事物？我懂了，我懂了。哎，哎。你爱你爱我，但是网太卡了，没事儿。三，一二三四四，照片数量。然后呢？门给我关上了。走廊锁了。走廊的白框拍一下，拍完了走廊白框，拍镜子。还有一个框，现在我出不去了。现在问题是我出不去。我的，哎，哎，哎，这屋里格局有点变啊！你受到了，我弄死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怎么写个中文呢？怎么还？哟哟哟！嗨！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进镜子里了！我又进镜子里了！开得开吗？这是个嘛？这里头开不开？妈，山上小房子，好嘛，山上小房子，真的。啊，然后呢？我转了一圈，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林苗是蛤蟆在吐蜜。你要出影集吗，春兰？我横出不了。你别动它，你嘛东西？你是有没有利于我呀？哎，回来了，好像。哎，哎，你太可恨了，你！你为时已晚，他对他做了什么？你我怼死你就完了，你妈太可恨了！进去，你进去，你肯定是这里的，谁？谁？哟。哟，上哪儿来了？这是？哟，我穿模了，对吗？哎，我上哪儿来了？这是？哎。完了 ，bug 了。
啊，卡里了，完了。七十三是个什么东西？完了，我又得重来了。我刚在哪儿呢？这是我从哪儿我就上去了，然后我就一直拍镜子。好嘞，知道了，这回行了，轻车熟路了，走。好，懂了。再来一张，走。哎，这会儿哎，一扭头有一大白脸，对吗？我记得。哎，这有大白脸。哎，不害怕了啊，不害怕。走。然后，我刚吓我一跳，我刚从哪儿上去的？我是。哎，从这儿对吗？我站上了椅子。哎，然后我就，哎。穿模了，漂亮！我知道了，我又穿了一遍，我就为印证一下，但是我又来了一遍，好，再重来吧，大意了，大意了。这游戏真的是让我找到了一个 bug， 这大 bug 呀！你是干这个的，你大锅巴、啊、你。没有我要拿的东西吧？这屋里。哎，你看二爷说的话，二爷说嘛了？我看看。哎，别乐了，大白脸对吗？大白脸，哎，大白脸，走。哎，又来了，又穿越了，是不是还得有个大白脸？哎，没有大白脸，你受到了惩罚，我又受到惩罚了。好。房间里有隐藏什么？啊，二爷说嘛了？没看见二爷。房间里有隐藏门。哎，你看他这个房间，看了吗？哎，这穿模大 bug 看了吗？这个游戏真的是我服的透透的，我都。哎，看了吗？随时能出去这屋子啊，随时能出去，有鬼我都不怕。来吧，我就站这看你，你就拿我一点辙没有。是不是得推柜子？哎，推不了。你别闹腾，你闹腾嘛？你是个嘛东西？你到底？你出来！闹嘛？你出不来，你也。穿墙进去，我穿墙。你躲开我这儿行吗？你老在这儿弄吓我一跳。你看这窗发生了什么？有一个男士的帽子，女士的高跟鞋，还有一瓶酒。哎呀，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屋里一定发生了很多扣人心弦的动作爱情故事。二爷说的嘛？二爷，在原来那房间有个……再发一遍，再发一遍。游戏名字叫《山上的小房子》。床前柜子打开。哦，有个钥匙。嘿，出现了钥匙，走，拿走。哦，我去开箱子去，对吗？躲开，弟弟。开箱子来了，我，别闹啊！别闹啊！二蛋，二蛋，你们在这儿？二蛋呢？找到二蛋的了。然后呢？哦，我把二蛋子放在那间屋子的箱子里，对吗？有一名刑罚，别老忽悠人家，行不？都是山上的小房子，山上小房子呢。House of the Hell 吗？哎，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骂你来着哈，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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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有一朋友外号是二蛋，是吧？放他手里，给你，给你。哎，我找好 bug， 我找好 bug。对不起，歪了，歪了，我让吊起来了，歪了，歪了。哎呦我去！哎，甭管出什么事儿，对着镜照相就得了。是不是在我身后头了？没有。